我是 Ruby 右希，今天我来仿妆，仿的是李易峰，是李易峰的一组画报的妆容。其实我觉得这次仿妆的话难度比较大，因为的话，我认为我本身跟李易峰长得不是很像，希望你们多弹幕。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也希望你们多弹幕。好。今天的话，我不知道这个仿妆像不像。上一次就是录张天爱仿妆的时候，我看蛮多弹幕的。然后这一次的话，不管像不像的话，我希望你们都要记得多弹幕。我其实还有准备一个福利，就是这里，我们家芬芬是不是特别特别帅？不对，不能说是我们家的，估计你们很多人都很喜欢李易峰。下一期的话，我还会录别的明星的仿妆，如果你们想看什么明星仿妆的话，记得一定要留言告诉我，记得要多弹幕哦，拜拜。